台湾基党乡亲平安，海外大侨大家好，来看本台抓新闻。今日咱抓上头尾，咱来抓两岸的太子帮乡亲哦。两岸的太子帮是共产党甲国民党。啊，本台甲用一句话讲：老子会做官啦、啊，儿子就会赚钱了，对。啊，其实共产党甲国民党两党差不多啦，南北为奸啦、啊。安怎讲？共产党这太子帮会吃中国，以台湾这国民党会吃台湾了，对。安怎讲？乡亲。你甲想，你若最近有去美国，发现一个真强烈的现象，就讲对美国纽约到旧金山到西雅图这三个所在咧，你看侪侪中国出来只太子帮少年家拿地方炸美金的现金，而这三个所在一买豪宅，中国人哦，无做啥物生意哦，来拢做新币，买豪宅买名车，这个钱对得来，乡亲，你甲想。这些钱当然是抢对中国人民来，所以过去共产党打倒国民党了，整个国家也，他们讲对共产党对毛泽东除外以外，对邓小平、江泽民、钱其琛、胡锦涛，这些高干的子弟，因为过去利用老爸做高干，所以到后尾啊，甲中国甲美国这个门路拍开的时阵，姐姐高官的子弟全部送去美国。当然，伊在恨说美帝走资本主义，恨了美帝，但是恨了美帝，拢甲家己的囝送去美国，佮炸美钞了掉。所以，这就是共产党目前上腐败的所在。相对之下，看国民党，第二代即个太子帮最近发生一个代志，就讲、是、国民党即个东山，伊赶紧的逃避其中。有一个上特殊，就是华夏投资公司。华夏投资公司内底包括中石中共，加姐姐过去碳捷传播公司加加起来，资产总共有120亿，但是俗俗啊80亿个卖掉，80亿卖掉，幕后说出来经营者，咱来看，以连前啊先生的囝连胜文为主，的一个所谓的30几岁啊，加国民党的太子帮，钱哪里来的？这些人出面要出来经营，加所谓的。啊，过去国民党东山的金家堡，所以咱今天专题来探讨讲，两岸共产党的太子帮，甲国民党的太子帮，一边是吃中国，一边是吃台湾。咱今天要独家揭露因的真面目，好、哦，精彩哦，真独家。来，三位贵宾，第一位，咱的陈院院长，黄大哥，大家好。好、哦，第二位，咱的国主，国主先生六。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、哦，第三位特别介绍，以中国有经验中失败经验，咱的林志升校长，林校长你好。本校兄，两位贵宾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、哦，林校长，歹势，拢特别甲你闹气啊，因为你中国有失败足大的经验。不要紧，我若无较高缘分，讲予大家知影吼。咱遮台湾人拢唔知道。你记啊了贵个，我那爱敬人敬，敬人了啦。免敬。哦，那超过贵个拢会了。拢会了啦吼、哦，来，你来分享太子帮。吼、哦，讲你来想，咱先来分析这个中国的太子帮，你想是啦，你来讲。中国吼，咱听人讲，嘿，很主席伊这第二代、第三代这太子帮，包括这个江泽民哈，伊的新妇，好、哦，因家新妇，因家会使讲较关键的吼，部、嗯、所谓的这个部长级以上者哈，差不多家族拢伫美国去摕着美国护照较侪啦。是。所以你讲伊摕到美国护照吼，但是你讲共产党因是一家独大嘛，对，啊而且呢，伊这个也做轮替吼，唔是像咱讲足民主来登票，对，所以呢，伊这个中国伊在领导者吼，就是在集权分子啊，我会使安尼讲啦吼，讲较清楚就是讲，规个中国的资产拢差不多是因的，即个过去中国国民党四大家族同款哦，蒋家、宋家、邝家，加这个陈家吼，这四大家族过去的。中国国民党迄个时阵啊，会使将中国啊扫甲清气清气，扫甲清气清气，但是拢无代志，你也注意看，拢无代志啊。宋美龄伫这个纽约去过身的时阵，嘛留足侪钱啊，嘛无代志啊，嘛无叫伊山水。是啊，嘛无代志啊。所以即个中国人哦，会使讲，感觉讲哦，反正吃人民的、摕人民的是应该。这种的传统的思想啊，中国国民党真歹势去拖来台湾。台湾嘛是同款啊，自1945年头前，这个也做。这个日本将军迄个时阵哈，头前的7年哈，我会使讲，我最近研究这段啦，这7年哈，台湾人实在是吼，真正爱哭无目屎啦，叫洗甲清气清气啦。等下我来讲数字，你就会当了解。当然，这分做两段啦哈。你若要讲中国国民党的东山，含这个也做，拄啊开始为台湾人的手头安那北协，含这个中国
会使讲吼，大无见小啦，中国更加严重啦。所以中国你也看卖老百姓吼，实在讲真可怜啦。人平均所得足低，但是呢，你他讲足健康，人家泰铢帮在美国。在 Australia 在澳洲纽西兰就会加成纽西兰是啦、啊、用过到那款的日子可以说你看不要 说、啊、中国人感觉那个和美国人感觉很奇怪的是奇怪的、啊、你的这个平均所得那么低、啊、你是怎么都可以过这种的日子对、啊、照他们自己本身的统计、哦、是现主席他们只能造出来的这些、啊、做高级的高干、哦嗯、超过2万人、哦超过两万人，啊，那照讲统计啦，吼、嗯，会使讲超过资金100亿的美金。哦，这应该你讲的哟、哦。掏空了100亿。应该你讲的哟、哦。这因呢，这个做北京政府跟你讲的哟、哦。无在调班。但是无在调班。蛮好，不是讲无在调班。啊，黄金岛号称讲，伊要加新的毛泽东路线。他们讲，只高干加算啊，都干啦。毛泽东的主题无安尼做啦，出来全部拢安尼做啦。本来你讲啊，笑话诶。因为现主席胡锦涛有要搬呐、啊欸，但是江泽民这帮吼、哦、上海帮的好料的，嗯，一搬袂落去嘛，是，伊是变哪办？啊，过来，嗯、胡锦涛因后生嘛无偌清气了，是，胡锦涛因后生吼、哦，起码资产了嘛，过了百亿了，啊，这钱要位的咧？啊，温家宝我看出了，温家宝的竞赛讲列为中国富豪第十八名，是啊，啊，哎、欸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发生伫遮。欸因要提钱，就甲过去中国国民党伫台湾去糟蹋台湾人，迄个情形一模一样啦。啊，你无钱了，因就好啊，因就有钱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实在讲，人民吼、哦，伫台湾实在讲，我感觉讲台湾的人民吼、哦，还阁算真幸福啦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咱即马有债务，咱有法治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以前阿扁总统即两间所讲的吼、哦，讲即个叫做。这个国民党伫掏空，国民党伫偷卖东山吼、哦嗯，这现主席拢已经有证据啊。包括这两天，中国国民党将因东江的薪水搞发落啊。哎，啊，这个18%迄个代言，这个也做开三张的支票，迄、那个1亿8000几万呢，马虎啊。哎，啊，这是为对啦。哎，这两天伊入10亿呢。哎，啊，10亿方为国外之外呢？啊，为国外啊，即马甲查起来，这国外是啥物人、嗯？是顾家啦。啊，但是顾家反对哦。伊好哩吗、哦？但是你呾，伊是顾家伫海外公司。嗯，其实吼、哦。咱来利用这个节目吼，爱跟顾家讲啊。顾家，你对台湾的历史哈，爱注意哦。恁的迄个祖先哈，对台湾历史、台湾人民有一寡看法啦。对。是不是你应该哈，利用这款的机会，爱洗个清气？嗯。你唔通顾家，中国国民党这种乌金，嗯，来去勾结，嗯，因为阿扁总统最近嘛已经下令，这个黑金中心哈，来去查办。是。我看吼，闽外国一定有一个结论。不过顾家分成两边啦。是啦。这个国家面前在较尊敬。国家民生咧为着台湾正，啊，那分做三边啦。啊，国家民生说哦、喔，本来不得不替伊讲出公道话，伊为着台湾正名，家己开钱，啊、听讲开20万的美金，好好好以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啊，甲《纽约时报》登广告，好、喔，20万的美金，我台湾钱偌济哦，好、喔，当然加因另外国家另外那一派的用。动不动用中国两字的吼，吼，迄无共款，无共款，是啦，吼，吼，无共款，哦，不过袂使得失着，广告大好，哎，我自信些，我先教你啦，哈，好，那小智生阿在讲哦，强生动腐败啊，真惊人呢。太祖帮你对太祖帮，老子会做官，儿子会赚钱，够奇怪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我请教你，你咧深懂得国民党过去的酱干文化，我请教你来，我请教你。什么理情？嘿。去代表你湛江市庙街遂溪县。啊，我一个朋友哦，在英国做肥啊吼，做真好势。是，所以伊听写一个唱。那么这个湛江市哈、哦，就讲我这个朋友是湛江的精神。嗯。那么我去一天哦，看一个老伙啊，啊，脚翘在椅仔顶，在受分，3:3安尼挂只目镜。我这个人在家里做啥？是咩？工艺不是？你请啥物？我唔是，这是馆长。哦，馆长。我你直接要做啥？伊讲伊要等我，因为在一台凯迪拉克。哎，啊，伊就要等我来的这凯迪拉克跳掉阿未？好、哦，凯迪拉克的车就掉。好、哦，够大车哦。那大车。馆长哦，这是我，这是我亲眼看的。哦，啊，我朋友亲自讲的。哎，啊，所以哦，嗯，我感觉讲吼。经过一个腐败政权，嗯，还是讲革命夺来了后啊，是，那伊经过一段时间呐、啊，无法制经营之下，绝对是足腐败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是我亲眼看的腐败。嗯，所以你讲，一个官僚，要到安尼去歪，嗯，那
有一天中途请我去吃饭，刷到管政府的早起来拢叫来唱卡拉 OK， 那管政府在唱卡拉 OK 还边上班，好边上班啦。我觉得这款的政权呐、啊，我看是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中国人吼、过去大陆这中国人吼、真贤良啦，所以吼、变成有淡薄啊武力，有淡薄啊一个威权来控制的时吼，就当野不容为安尼。我到这来看台湾，我一直要写一本册，我要拜托讲真济人来甲斗三工，就是讲，即个资深要甲斗三工，就是讲，什么人，打垮了国民党，什么人和国民党打，和国民党斗完的，这五十年来，我亲眼看，我对民国53年，大学毕业做兵回来。入去救国团，甲其他人，我亲眼看救国团的维权，也酒驾的爸仔囝对诶，这个部署，也看国民党来渐渐有臭破味啊，甲国民党斗，甲其他人斗，所以在这个情形看起来，就当感觉讲国民党其他人啊，老实讲啊，这部署这個、完全是真傲步，那国民党今日这里借钱，存这里借钱，台湾人民的钱摕来。到今天的位置，特别消失，到这边无去啊。看到今天是这个少年囡啊、开始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不再来吞国民党的财产，是，这是真令人悲哀。哦，所以这个啊，我感觉讲哦，所有台湾人民啊，大家把这个看好紧。那这边那个地，我个人真大胆建议，就是讲，应该今天是啦，爱好执政党在国会都超过八数。安尼才有可能啊。经过来推动国家的经济法令，国家的政权再当推动，所以这是我今天就要讲吼，开始的这个讲法。医院哦，我昨暝偷空去偷看，其实等下亚历山大啊，亚历山大来，这是等下对头到尾甲讲一个概念。亚历山大大帝带领伊马其顿的军队，对这个欧洲一直前进到那个亚洲来，亚历山大讲一句话，伊讲军队进到这，进到这。财富抢到倒，但是这个财富哦，袂使哈抢的哦，因为财富抢的时阵，个政权、个军队马上腐败，个军队马上丧失作战力。好、这个亚历山大长，我看一出电影，所得到一个上大的 case 就对。我再来请教你，共产党腐败了真紧，国民党嘛腐败了真紧，所以拢失去政权。共产党啊，继续扩小扩小，安尼继续和太子党安尼拉落了，我相信。中国的革命，我那点咪就搞吧，吼、哦！我等下请教你家了，咱来进攻个，进攻个。